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27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是来自于大黄蜂系列的 GS。那么这个合惠的话呢，这样看上去的话呢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它就是个 GS 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到后面这个载具形象，哎，原来它是一个拥有赛博坦载具形象设计的 GS。这个模具的话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拥有过，所以我觉得它很新鲜。那新模的话呢，我就先给它打个60分吧。如果只看正面呢，我其实不会联想到说它是不是赛星的载具，因为它的车头跟它地球上的载具的这个赛车还是挺像的。但是呢，当我拿出 SS 的86号的时候呢，哇，才发现两者的胸部原来差的这么的多。86是属于一个真胸的设计，然后这一款则是一个假胸的设计啊。那我对于假胸的话呢，我在多年以前我就提过，其实我并不讨厌啊。啊，我讲的是玩具的假胸啊，真正的假胸，我是希望如果可以就不要啊。那么它的一个背后呢，也是相差比较多的啊，背包。那体格的话呢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，86的话呢，整个胖了一圈。那这一款赛星形态的话，则是苗条了很多。所以地球的伙食确实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地球的能量块比较营养比较滋补一点点。两者的话呢，我反而觉得。这一款赛星形态，它的人物其实比较扎实一点，包括它的后面的空洞的状态啊。这一款的话可以说非常的饱满。那它配件的话，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类似于是应该，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挂倒，应该是一个钩锁的一个部分。那它本身的话是两块零件，除了前方这一段之外，它这里也是一段零件，它可以拔下来的。那这个拔下来，再扣上去啊，所以说它这个扣上去之后，它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状态。那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呢，它甚至是可以跟这把枪组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大枪的。那我们这个胳膊的话呢，就翻出来啊，就是变成持有一个大枪的一个 Jazz。那我们也可以呢，如果你两个都不要，按照说明书给我们的指示呢，也是可以把它扣在后面。但是扣在后面肯定是很蠢的啦啊。因为它的背包本身已经偏大了，那这个枪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吧，我们还是把它以握枪跟这个钩锁的形象呢来做一个展示好了。两手呢都是可以替换做一个安装的，我们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。当然，我记得动画片它是在这只手臂了啊，而且它应该是有绳子的，但这个的话就没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精彩的一个头雕，这面雕一如既往的美男子的形象。那胸口的话呢，由于是假胸的设计，它不需要做到很大，而且它这个假胸是要塞到车子里头去的，所以它的范围就是非常的标准的。但它的假胸归假胸，胸部虽然变小了，但是腰的话呢，却比这个大胸的还要来的。你看人家就是大胸细腰，你反正是小奶，然后腰粗，哇，糟糕，选哪一个的话呢？以玩具的话，我会选这个啦，现实生活中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那它的一个脚步的前后侧踢啊。关节的紧实度都相当的可以，然后脚也有一个很不错的接地啊，几乎可以打到超大的一个范围。站立性的话呢，妥妥的没有问题啊。而它作为一款赛星的载具，先前大黄蜂系列已经有推出过一款，而且就是大黄蜂本身自己啊。那我们的话，两者放在一起，比例来讲是非常协调，很好看的。即便把它整个都站立来看的话呢，你都会觉得，这款大黄蜂做的真的是不错啊。突然，我要夸奖一下啊，这一款，赛星形态的 Bumblebee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它两者的身高呢有一定的落差，但是变成载具之后，这个大黄蜂的体型呢可是一点都不小啊。那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一款爵士的变形过程，拳头的话呢给收进去，然后的话呢头部呢翻转180度，把这个假胸的话呢往上挑上去，背包呢也往上面搓上来。搓上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手部呢可以往内折进来，但折进来的时候呢，注意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凹槽的，这个凹槽的话呢是要朝下啊。待会这个凹槽呢要跟膝盖的这个黑色的凸呢做一个结合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角度呢给转出来到这里就行了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这个假胸的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凸，它要跟内部有一个凹槽在那边啊，已经在那等着你了啊。这样子把它扣上，再来这块部件呢往下面扣的时候呢，先把侧边这里呢小心的把它给划进去啊，这样是比较 OK 的。再来两腿的变形的话呢，则是从侧边这个地方，我们翻这个地方给各位看好了，这里。
从哪个角度看可能比较好？从这个地方，哎，这里，好，这里要把它抠开。那抠开这里其实它很紧了啊，我的建议是两只手呢，两只手指一起推啊，会比较简单把它推开。那这个脚尖可以收进去，我先大概跟各位说一下，它到时候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啊，它要扣进去里头这个凹，各位先知道一下就行了。但是呢，我在这边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吧，就是说，先不用这样子扣啊，我只需要把这个翻出来就可以了，先把它给扣回去。因为我有发现的话呢，如果你单独去一只脚这样去变的话呢，其实它，扣进去比较痛苦，所以我会建议的话呢，用一个暴力一点的方法来变形啊，这个喷溅了啊，好，到这边，我们只需要把这块翻出来就可以了，再次把它扣回去。那两脚的话呢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合并，到这边把它给扣上。再来的话就是腿的话就是缩短啊，非常经典的一个把大腿收进小腿一样。那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把它给推进去，到这边，把它给往内推，好，整个推进来，因为它等一下要扣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啊。这个地方先对进去之后呢，这里再往前面推，推过来之后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刚提过，手的这个内部呢有一个白色的，哎，终于出现白色的凹对黑色的凸了，对不对？很多这种骗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终于让我等到这种组合了啊！好了。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，以及呢，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白凸对一个白凹啊，这片子也比较多。那我们就记得这个地方呢，先尽量的去把它 match 到位之后，最后的话呢，这一款的话呢，其实是需要大力出奇迹的，用力的呢把它推挤，它就会全部变形到位。这个已经全部变形 OK 了啊。那其实初次变形的时候呢，应该会觉得有一点难度，因为它的一个密合度呢，需要相当的时间去做一个调整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这个武器啊，刚刚我们提过了，它是有一个，可以分开组合的部分，这样子，可以完全的、完美的收纳在车子的底部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是可以，哎，整个都黑的看不清楚啊。好，这样子，完美的收纳在下方。那最后把这个武器给扣上去啊，这个就是它啊，这款最新形态的 Jazz 从机器人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我们来看到这一款爵士的载具形态，它是赛博坦的造型，它的底部的话呢就把轮子给舍弃掉了啊，其他的底盘收纳的并不好啊，完全可以认得出来爵士就在下方。然后外星的载具一定要没有轮子吗？其实这个说法当然也不一定了啊，他可以说他有可以不使用轮子的科技，但不代表他一定要没有轮子。那我们想起以前我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好像狂派的人物、狂派的玩具做的都比博派要来得精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玩具的零件数是有控制的。那博派通常变成汽车，汽车就有四个轮子，轮子就占了四个零件，所以博派的成员在设计上先天是不良的啊，因为他被卡了四个零件啊。有没有这种说法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那它的武器的话呢，如果拿掉上方就有一个洞，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缺点。那我是觉得扣在上面好像也可以了，感觉突兀度并不是那么的强。那它作为一款赛星的载具的话呢，其实它的造型并不酷炫啊，就只能说是外星载具，但是太朴实了一点，但是没有什么分隔线啊，玩具的一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，变形到位之后卡得非常的紧啊，非常的紧。蓝色的涂装只能算一般般啊，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有很多的翼漆上面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刮伤在这里，这个从盒子里拿出来就已经是这样子了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对比一下刚刚的这个 Bumblebee， 这个色差是越来越严重啊。现在官方很多玩具放一段时间之后，塑胶就开始变颜色了。那大小的话，刚有提过了，大黄蜂的一个占地面积居然比这款爵士还要大啊。当然厚度的话呢，还是确实是占优势的。那这两者的话一比较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这款 Bumblebee 真的变形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，非常的好玩啊，所以强烈推荐这一集看完之后呢，各位去买大黄蜂啊。这个确实，两者一对比的话，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级别的感觉了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心想要把这个赛星的这个系列，你看这个标这个赛星上飙车的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把它收齐，那就不要错过这款爵士了啊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在这个宇宙也非常有律动的这个飙车过程中结束这一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